过去吧。模范生呢，他们有表达一些他们自己的想法，包括是有拿书来合照，这状况你了解吗？这个跟模范生跟市长合影，这个是行之有年的一个活动。那同学们得到这个模范生的奖项也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是抱持的让学生分享这个荣耀，特别来这个活动。我们也平常心在看，那同学有什么表现？我们刚在台上我没有仔细看，不过我想我们尊重，也希望我们同学能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荣耀一件事情。知道他书名写这样子的。我没有特别看到书，因为我在台上没有太亮。我们没有预设什么立场，我们总是学生有表达意见的这个权利，那我们也予以尊重。不过我们是以抱着这个学生来跟市长合影的这个愉快的心情角度来处理这个事情，没有特别的想法。好。